校园美学哦。那各位如果进到高师大里面，你会看到艺术，公共艺术的这个造景哦。进高师大校门，右边是 education 的意义，左边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哦，那么这两个艺术品呢，那么等于就是导引着所有高师大的学子呢，那么走向这个校门以后呢，都能够恪遵沉静宏远爱。智慧跟感恩，那么做到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。那我们高师大的这个校训呢，就是为师为范，沉静宏远。哦，各位今天到高师大的和平校区，右边是四维路，那么北边是凯旋路，南边是和平路，那么西边是同庆路。那么这个四维路的部分呢，我收回了将近20间的老旧宿舍，我把它打通成为一个新颖的高师大美学角落商店街。哦，第一间就是上品咖啡。那么这十几间呢，已经变成那么高雄市民很喜欢休闲的一个那么美学角落的餐厅。哦，和平路。和平路的部分，你如果看到和平一路有116号，我们设立了一个很漂亮的116艺术中心，已经跟市民打成一片，那么每个月都有很重要的艺文展览。哦，那前面各位看到进入到我们高师大的活动中心，如果你注意到的话，活动中心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型商圈。那么里面呢，目前已经有6-7家餐厅。哦，第一个是邮局，第二个是顶好论文、硕士论文、博士论文的印刷，那么再来苹果电脑 Straight A， 已经进入高师大4年了。那么在旁边 Subway， 那么再转过来就是膳食坊，一个非常好吃的便当。那么膳食坊过来呢，就是一个文创商圈，那么里面呢再加了一个高师大的那么语言教学中心。这里有那么49个国家500多个外国人在这里学华语，也营造出一个非常特别的异国文化的一个氛围的一个学习空间，一个共同学习中心。哦，那么转角过来呢，各位如果每年的228、每年3月1号，你看到了高师大门面上呢有30棵非常棒的枫林木。哦，那么它的枫林花季呢也吸引很多人。那么一到转角的这个同庆路口，那么我们把老旧的宿舍打通，那么变身成 Pasatina。 哦，那么 Pasatina 每天在这里可以卖很多的面包，那么也发挥它的这个烘焙坊的功能。哦，那最近各位如果走过同庆路，我把这个阴暗的角落呢，那么转化成一个7层白色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高师大美学通学步道。哦，那往前走呢，就接到了凯旋路。哦，接上了高雄非常美丽的捷运这个轨道。哦，那未来如果下一任校长再把凯旋路做一些活化，我想高师大的这个企业化经营就非常重要。那么创造全体师生更高的价值，就是我的核心理念。天空，金的胸。
丰功伟登高雄，头三额背骨荣荣，人文伟气领袖说中，师子与女师道尊崇，金德就业学关系中，献歌将颂目目拥拥，奋发笑声阻止流风，烽火笑